我们要开始先的一起祈祷。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我们的天父，你在今天的福音跟我们说，你们因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会天喜，我必要天喜。我们今天早上聚在一起，是求你派遣圣神到我们的心里面。我们呢，今天呢，要为你我们的教会做见证，先聆听这个平等法的，是多么的危险。我们聚在一起是为了保护，我们台湾的家庭，也保护每一个人的尊严。我们知道在这个社会上有很多的假先知，耶稣已经提醒他的门徒们，你们要提防假先知，他们外披羊毛，内里像凶残的豺狼。我们祈求你今天早上给我们你的圣神的恩宠，这个聪明之神，智慧之神，刚毅之神，让我们为圣灵做见证，为圣灵的主宰做见证。我们的天父，愿你的名受显扬，愿你的国来临，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如同在天上。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但救我们免于凶恶。圣若望保禄第二世，圣母玛利亚，为我们祈，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大家早安。早安。我们真的很开心，有很多很多的人有回应我们的邀请去参加这个说明会，也非常的感谢蒋玉华老师跟康神父来给我们很多的说明。因为去听一些专业的人给我们解释关于这个平等法，其实是属于我们每一个教友的一个人物。我们知道在我们的社会上有两个文化一直在奋斗，是圣若望保禄第二世跟我们说，有一个死亡的文化，也有一个圣灵的文化，所以我们要为圣灵的文化奋斗。这个是很重要，是属于我们，特别是属于平信徒的人物。所以非常感谢你们今天早上来，我也很感恩我们的维护生命委员会的医师也有来。我给你们一点点介绍。蒋玉华老师，他是台湾妇女维护圣名协会理事，也他平常长期关注妇女自主权与健康权、胎儿圣名权、二少健康与发展权及相关法律条文。感谢杨老师今天早上来给我们很多的解释。还有冈木华神父，冈木华神父是阿根廷人，目前是辅仁大学哲学系博士候选人，也大原天主堂的本堂神父。
也是圣吉亚纳圣灵维护中心辅导圣事。非常欢迎你们，也感谢你们。我现在马上给杨老师，杨老师这个麦克风，你们小老师这个。各位关注平等法的老朋友还有新朋友大家好。今天你们要来听一个很有名的人来讲这个平等法，你可能要失望了。我就是一个妈妈，我就是一个妇女，我关心我们自己的权益。那这个研究如果你想要知道比较透彻，比较知道深度，那你又来对了，因为可能没有像我们这样的小组研究的这么久跟这么的多。我们的研究也伴随着在我们国内的八位的法学教授，我们去访问去交流，好，然后我们看了国外很多的资料以及甚至国外的判决书。所以今天你要深度的了解这个法案呢，你来对了。希望我能够把千言万语想要跟你们讲的1001页的事情能够用1小时讲清楚，如果圣神可以帮助的话。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平等法。好，那这个平等法就是现在他已经在敲门了。好，那今天我们想象一下，现在有人在敲门，我去应门，该不该开门是谁来决定？是我决定是吗？好，那他说的话好好听哦，我打开了门请他进来，然后又听了他讲很多东西以后觉得很棒哎，我把我家钥匙给他，那这个责任在谁身上？又是我自己。好，但是我不想开这个门，他破门进来可以吗？不行。好，趁着我们国家还是民主的国家，好，我们应该要自己做主。所以呢，好，我要开始讲这个主题。好，我有一些前言，在讲之前跟大家解释一下，好，就是保障自身的权利，好，要从知开始。我们现在太多的问题是我们跟政治，我们跟法律，我们跟很多的事情，因着这个世界的纷纷扰扰，还有我们的手机，我们的手机是我越喜欢什么，它就喂养你什么，所以你就会越陷在自己喜欢的那个洞洞里面。好，所以我们对很多东西并不明白，已经在敲门了。所以我们要注意一下，法律有一个说法，法律不保护让自己权利睡着的人。各位今天来就是想要醒着嘛。好，那我们来看看后面这个。好，然后还有一个提醒，就是任何的设计它都有它的目的，还有它要它的效果，没有错吧？不然它设计是干嘛？法律也一样，法律它设计出来还有它的目的，它为什么要定这个是犯罪？它有它的目的。好，那我们就要清楚它的目的，当它的目的就一定要产生它的效应，那我们就一定要了解了。还有就是古人说金玉其外嘛，那我们总要切开看看，对不对？检验一下名实是否相符。如果我傻傻的应门，哎，他是一个温文儒雅的人，开门请他进来坐，谈的过程中，哎，他很爱护我，哎，我把我家钥匙给他，随时可以进来进出，那傻的是我自己，对不对？好，那所以我都要讲的是说，他是不是这么好的人，我要这样的对他。2022年的时候，国家推出了一个生育保健法，结果我们检验了第一条到最后一条，最后一条除了定义之外，全部都是结扎跟堕胎。少子化，生育保健法好不好？好啊。保健里头这个堕胎跟结扎怎么生育啊？是不是？好，所以我们要平等法好不好听？好听。各位有没有 不喜欢平等的请举手？我想应该没有人敢举手。我也爱平等。那我们就要切开看看他这个法案到底是怎么样的情况，好不好？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法跟同婚的时候的法案其实不一样了，我们不要再用那个时候的思维来想这个法。好，意思是说在两方争斗，比如说要这个法跟不要这个法吵了半天的时候，我们只看到对方，
那就是 又一次的鹬蚌相争。我希望我今天给各位看到的是不止这一件事情，所以全民要动起来的原因我要跟大家提好。而且重要的是，很多人在被这个法被欺骗了，所以说我们要唤醒大家。所以这个主题它不只是伦理问题，很喜欢很多人希望它能够只限于伦理问题，它真的不止于是伦理问题。我们来看一下它现在的这个发展的情况哈。好，我们国家其实已经有很多平等啊，你看平等关键字就有这个1863条，歧视就有909，差别待遇就有622部。这些法规都有了，其实已经在实现。好，那为什么还要再多一条来这个叠床架屋哦？哇，这个怎么会这样？好，没问题哈。我用念的哈。那我们看到的是，已经有那么多法已经实施了十几年，甚至20年、十几年哈。那我们要看一下这个法要不要先重新的检视一下。我们以前我是理科的，我们做实验是这样，你一直失败。或者做了好几次之后，那你总要去检验你这个实验对不对，对它才会成为定律或者是真理嘛。哈，那如果不是的话，是不是要修正你的方法？可是这做那么久了以后，有没有去检视它？比如说洗碗欧巴桑，他就开始要就是会被罚。对不起，我应该是按错了是吧？好 ，OK， 他就会被罚30万。好。这高雄有一家就是洗碗欧巴桑，好，为什么呢？因为他就是年龄和性别歧视，欧巴桑不能乱讲哈。好，还有呢，这个舞台搭建工他说搬重物男性家的话，这时候他就是什么性别歧视。好，那如果是这边你看哈，真门市小姐是什么歧视？所以是什么歧视？性别歧视。那如果说五官端正是什么歧视？容貌歧视。对，好，那个年龄50岁以下什么歧视？哎，你们很棒。好，然后现本地人是什么歧视？或者是那个出生地歧视。哈，这些都可以列为歧视。所以劳工局长特地提醒哈，如果你这样的违法的广告一经刊登，后来你修改。或者你下架，不能免除你的刑罚，从30万起跳，30万。好，那你看这是今年的消息哈，今年的又一波，常常有一波又一波哈。这一波呢，总共10家哈，大部分的性别歧视，那包含的行业里面有这个餐饮业、零售，还有这个主体养生会馆，还有这个什么？竞技运动场馆，还有补习班，还有美容会馆，还有诊所，包含的很多哈。那记者就去一个一个访问，发现说啊，很多都是歇业啦，大门深锁啦，等等这个情况。所以这个告这一件事情的男士很生气的是，劳工局居然只罚他们10万块，因为按法律应该是30万到150万起跳。他讲的对不对？对啊。好，可是劳工局手下留情啊，他有他的说法，因为现在赚钱不容易，尤其疫情之后，那一下30万，很多的店面哈是受不了的哈。好，那现在要推展到哪里？综合性平等法，就是我今天要讲的综合性平等法。那请问刚刚罚的都罚谁？罚哪一类的人？业主、雇主，对不对？他的员工还不罚，其他人不罚，他要把这样的一样的逻辑推到现在全民的情况，我们来看一下哈。我们先了解一下这个法。如果你看到它的名称不同，比如说啊，这个什么性别平等法，综合性平等法，或者是反歧视法、不歧视法，不管了，或者是像法国它放在刑法里头，好，只要有不歧视跟平等这两个观念合在一起的。这种就是这一类的法律，那我们就继续看这个法案。那它现在进度呢？2019年的时候已经有一个中研院的研究法案哈，然后2024年3月，我们发现国民党已经丢进去，名称是这样，事实上是我们讲的这个法，
好，然后最重要是这边哈，五月他要预告这个草案，并举行公听会四场，我们应该要做准备哈。好，那这个法案呢，如果以中研院版本来看，它关系的是什么？任何职业者哦。以国民党和那个中研院的版本，它包括心理师啊、医师啊，还有什么会计师啊，这些都在它的立法说明里面包括的。所以就是任何一个职业者，你说我退休了，对不起，他的这一条看到了吗？任何个人都要被包含在里头。好，为什么这样呢？后面最后面我们会再提。所以不管哪一个版本，它都是一个全民法案。那我们再看一下哈。我们要讨论的是平等法有什么问题？这是二了，好，写错。平等法它要涉及的领域，以廖元豪教授来说，它就分两大类，一个就是社会交易跟活动，一个就是言论自由，这两大类。好，社会交易的话有包括这些，包括什么就业啊、买卖啊、租赁啊，还有这个教育啊、医疗啊、社福，好，人民遗嘱啊等等。然后言论自由包括你的传媒啊、言论啊、出版啊、学术等等哈。那对宗教有没有伤害？为什么有伤害？因为前面这些法条对所有人，那宗教徒是不是那个所有人里面的一样哈？所以会有伤害。好，那我们看一下中研院版本好不好？因为现在还没有公告国家的版本，所以我们看一下中研院的版本，它的定义跟国民党的是一样的，只是保护的特质有一点点的不同哈。这个是他说歧视呢，要定这个新的罪名，歧视，它是指你基于对于这个夸胡所有保障的特质，好，相较于没有这个特质较为不利益的差别待遇。这些特质有族群啊、宗教信仰、身心障碍、性别、性别认同、性倾向、年龄、思想、婚姻、容貌、前科、疾病名称等等。这里面哈，我举一个例子，如果我对客家人比外省人要不好，那我就歧视。好，我对已婚的妇女跟未婚的单身女子，我对已婚的妇女比较不好。年轻男孩小心啊。那个微笑要一样哈，否则就是什么开玩笑哈，就是歧视哈，你差别待遇嘛哈，好，等等，懂这个意思吗？哈，这样的一个制定的情况哈，他用的手段是什么呢？两相比较，还有什么动机审查？他要审查你是不是基于国家要特别保护别人都不可，人民全部人民你们都不可以歧视他们的这些特质。结果你真的是因为他的年龄，所以你就犯罪了。如果这些特质以外，或者不是因为真的差别待遇，就不利待遇的话，那可能你还可以免于这个罪行。这样的情况的话，太容易使人陷入歧视的这个罪行。它是一个，对我们全人民是新的，对于雇主是旧的，他们就已经实施了十几年了。那这个版本我们刚刚提到的是什么？不管你用什么版本，就是全民嘛，哈，全民法案。好，我们放在这个买卖上面哈。如果你拒绝出售或提供其他人商品、服务，好，或者设施，还有以及这个有不利出售或者提供的时候有不利的差别待遇的话，我们举一个例子，老板看到 A 客户呢，觉得很有眼缘，然后跟他聊得很开心，说好，我给你八折。旁边的 B 客户没有，这下子万一他说他就是觉得他可爱，他长得比较可爱或者比较 那怎么办呢？你要解释哦。好，那这个是真实的案例。好，可是是败诉的，也就是说这个李楠呢，他发现他去买一个东西的时候，这个小姐跟所有前面的人都谢谢了，就跟他没有谢谢，他回去以后觉得怎么样？人格受辱，身心受创，而且他真的去看医生拿药吃，所以他告他了，告他的结果是败诉。可是要想想看，如果平等法之后，他说因为我有某个特质是国家保护要禁止歧视的特质，他对我这样的不利益的对待的话，会不会判案的结果是不一样的呢？再看看哈，这个两个版本都一样，好。
他们的例外情形很奇怪，就是法官是例外，还有一个就是什么保险业跟 金融业，那为什么大企业不能赔钱，可是其他的人都没有风险评估的这个客观评估的这个权利呢？哦，他给他的理由就是他们需要客观的风险评估，这样公平吗？好，我们举一个例子，加拿大这个女性女兵专用的 SPA 中心，她拒绝了一个跨性别这一位呢，她没有变性手术，她全部的身体状况是男性的，但她心里觉得自己是女性。那他们通过了这个平等法以后，也就反歧视法以后呢，那她要去预约，被这个中心给拒绝了以后呢，哎，不仅遭到复评哈，议员也出来说你是违反人权哦。那我请问一下哈，那如果这个 SPA 开放了以后， 女生还敢去吗？那她的安全谁来在乎呢？还有呢，这个水疗中心不能基于他们的风险评估吗？好，不能。OK， 好，那这个的话，如果我们放在说它的第十三个法条，就是不动产，他要动我们的不动产。如果你拒绝让与有买卖，或者我给孩子哈，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父亲给房子给大儿子，但是没有平等给小儿子，小儿子可不可以提告说，从小我就是那么命苦，他就是什么都给哥哥？如果是年龄歧视的话，他可不可以告父亲？是可能的。好，那母亲赠与儿子女儿各一块土地，没有办法一模一样，女儿觉得说就是从小就是重男轻女，我那块地比较不好，那可不可以告母亲？这是有可能的哈。那出租房子来看的话，好，如果我将来说，我出租要限定女性，就像那些雇主现在说我要限定门市小姐，哇，会不会被罚？有可能哦。如果同时来了三个人，一个是女性，一个是身心障碍，一个老人来租屋，那我就好好准备哦，怎么样的拒绝选择才不至于受罚哈？有一位老人家很聪明，抽签。好，我说你放弃你的选择权，那也 OK 啊。好，如果是言论方面哈，任何人不得基于对他们这些的意图发表对他们这些特质贬义、侮辱、仇恨的言论。但是很可惜的是，什么叫贬义、侮辱，又是什么叫仇恨言论，它都没有定义，连联合国都没有定义。好，所以说这样没有定义的情况下，怎么判断这个罪行呢？好，第二个的话就是这个法律，好，我们刚刚讲说不利益对待，然后这个又没有定义的这个。感觉到贬义、侮辱、仇恨，都是一种主观性的个人感觉，就可以成为歧视吗？在国外的经验是的哈。而且我要多一句话，就是在国外的情况是，我告假设唐神父他歧视我，那他要举证还是我要举证说这个是犯罪事实？我们正常来讲，因为我告他是我要举证，对不对？那这个法在国外全部都是我告谁，那个人要举证，不是我。德国、英国他们都是对方要举证，我们台湾法律里面没有，可是公听会的时候已经强调要降低我的举证，那就要提高对方的举证咯。好，这个例子的话就是挪威，那你可以看到说他就是批评一个在 Twitter 上批评一个跨性别，就是他是男生，但他认为他是女生的跨性女。他说，只有女人、女孩才是女性，男人不能是女孩、女性、母亲或女同性恋者。结果他被控告，现在正在上诉，正在诉讼中哈。如果他的罪行成立，他们国家的法律是3年的徒刑，这个跟国民党的版本一模一样，3年徒刑哈。好，我们再看一下，如果我们以国家的宪法的角度来看呢，这个是去年的4月的公听会，你们知道有公听会了吗？很多人都不知道哈。那公听会是不能直播，我们不能录影，我们不能录音，然后他们也不把影音上架，
那人民可以很清楚有这件事情发生，新闻没有报，那你们怎么知道？好，所以呢，这个他的提纲好，我们讲一下，就是我国宪法第七条保障人民的平等权，禁止国家恣意对人民为差别待遇，这句话非常的重要，他说了实话。可是因为你们人民常常之间怎么样，太多歧视了，所以我国家要介入去消除你们之间的歧视，那造成的现象是什么呢？注意一下，宪法我再强调一下，它的平等权是保障人民，禁止国家恣意对人民行差别待遇，限制公权力恣意干预人民的自由权利。哈，这是我抄宪法法学者讲的哈。那现在呢？现在是我国宪法，我国本地我国宪法平等权是禁止谁？国家恣意对人民差别待遇。我国宪法保障人民，给我们人民什么？各种自由，包括契约自由和司法自治的自由，还有那么多的权利，包括22条的其他自由权利，有包括健康权，还有包括契约自由等等哈。这么多自由，言论自由、信仰自由，还有呢，告诉我们一件事实，第二条就是说，全国中华民国的主权是属于谁的？所以中华民国的政权是属于谁的？对对对，你们很棒哦！因为我发现有些游行说政权现在在民进党手上，我真的快昏倒。意思是没有搞清楚，权力在中华民国是在我们人民手上。好，好，那这一位教授呢，特别跟我们讲的是什么？在自由这个 discrimination 哈，它的原意是差别待遇，但是全部把它翻译成歧视是不对的。等者等之，你没有差别待遇；等者你不等之，就是该比如说苹果跟芭乐应该放在水果区，那这等者等之，你没有差别待遇。你把它认为是苹果，你把它认为芭乐，可不可以？可以哈。但是你把拖鞋跟苹果放在一起，同一区，那就是分类不对了，就是等者不等之。这个是法律上说的平等原则，那就是歧视。好，你不用正确的方法区分，就是一个歧视。可是你正确的方法区分，它只能称为差别待遇。那在宪法给予我们人民的情况呢，就是一般人的交往或一般的交易就可以差别待遇，而且这就是司法自治、结社自由、契约自由的精神。人民可以发表各种不受欢迎的观点，而且这都是宪法保障的言论自由，而且这种自由是无需跟别人解释的一个偏好或偏见，这是宪法给我们的。好，那现在平等法之后呢，它要解开宪法对公权力的这个禁止跟限制，解开了以后，他的手就可以伸进来，就像门，他就可以破门而入进来，就可以不要破门而入，是如果我们让他允许的话，就是我们笨嘛，他进来然后就可以监管我们很多的私领域。那平等法它是外来种的法律，它禁止了谁？它禁止了人民，它保障了谁？保障了国家，好，让它有一个合法的监管权。这样的情况，我们看到的是限缩和剥夺人民的这些自由，财产啊、言论自由啊、宗教自由、良心自由等等。好，那这样的情况，你们看得出来是整个颠覆过来的，该保障谁？该禁止谁？你们同意吗？我们再从现在既有的这个法律的角度来看哈，我们刚刚讲了，我们国家已经有这么多法律，该检讨的时候，或者还不够用吗？再多一部法律才够用吗？好，有的人说这样才够用哈。好，那我要问的是，台湾现况问题盘点了吗？好，结果发现在最近的会议，另外一个公约会议里面说，歧视个案太少，好像是觉得是国家可能作为不够。如果案件少，这也不意外。在欧洲他们在推这个的时候，欧盟他们有一个单位去做调查，他想调查出来这个资料可以支持他们，结果调查出来也是个案少得可怜，但是他们还是继续推这个平等不歧视的这一类法案在各个国家。好，那台湾常常会有一个消息是，
啊，某某人被霸凌了，语言霸凌了，所以台湾好像是一个没有法律的国家。可事实上，台湾是一个法治的国家，对于不当的言论都无法可管吗？不是这样的，包括我们的刑法，我们有诽谤罪，还有那个公然侮辱罪，哈，还有这个恐吓危害罪，还有民法。民法的话就是人民之间的赔偿哦。好，那所以说还需要多一个法律吗？事实上，在这个例子就是你骂人的话，小心你要被罚这些哦。好，当每个个案会看法官的判断，会看情况，但是是可以赔偿的哈。那我们这些法律都不要用吗？可事实上，我多讲一句话，我们国家人权委员会支持废掉诽谤罪，支持要改变我们的公然侮辱罪，支持要制定平等法。我们的法律都不好，我们的法律其实很有层次的，可是平等法看起来比较危险，它没有层次感，它很容易定罪，很容易这个处罚哈。好，那可能受到危害的群体哈，我们要注意到这两个保障的这个特质哈。这个是国民党跟民进党我做的区分的哈。那这个里头大部分你可以看到比如说思想啊、婚姻啊、族群啊、年龄啊，都是包括每一个人，对不对？那比较特别的是宗教信仰也保护。那你宗教信仰的人还要讲什么？它的定义是什么？所有宗教信仰，任何宗教信仰跟没有宗教信仰的人都包括宗教信仰的保护里头。哎，好，你都是包括人人，对不对？好，那我们看看这个性别认同跟性倾向有没有包括他们该有的所有人呢？好，我们看一下中研院版本，它的定义里面，同性恋、异性恋、双性恋、无性恋倾向够吗？如果你要不歧视，根本不够，因为它还包括泛性恋、流性恋、异性恋、多边恋，好，还什么很多恋呢？哈，还有包括这个这个是请注意哦，这是卫福部给我们的哦，他的专辑里面的哦。那你怎么没有包括这些？那还有包括这个中央大学性别研究室的学者，他们不管出书或者是他网站的言论里面，包括了什么动物恋、愚虐恋，还有师生恋，还有这个师生恋就活了跟死了哈，还有同性恋就是恋童癖，这些他们都认为是性倾向是天生的。甚至有书籍是说跟同性恋是没有差别的。那我要问的是，你既然要平等对待，为何不把他们全部列入这个保护呢？那还有后悔自己是同性恋者的那种跨红者，是不是他的倾向也应该放进来呢？都没有。那为什么你都没有呢？好，那我们再看看性别认同它的定义，是个人对于己身性别的认知，然后借由外在穿着和其他方式予以表达。也就是说，你的性别由你自己认知，然后你还可以表达出来。那我每一次开会就问政府，也问法学者，研讨会的时候，到底我国这个法律决定性别有几个？答不出来。有一位法学者说，这不是法律可以决定的问题，但你要定这个法，你一定要决定性别有几个，我们人民才能依循。好，我们来看一下性别应该有几个。好，性别如果你说啊，男跨女，女跨男，那你只知道这一半哦，还有另外这一半是非二元性别者，有包括什么这个灰性别啊、中性别啊、性别酷儿啊、泛性别啊、多性别啊、全性别啊、男女同体啊、双龄者啊。好，我还查另外一个资料，他现在已经有四龄者，越来越多哈，你说你怎么可以这样讲啊？你怎么可以说国家的定义就是这个呢？因为它没有定义嘛，对不对？可是我发现的是什么？教育部、体育署他们用的这个定义已经，因为他们要开放全中运、全大运的这个选手哈，包括跨性别的选手可以参加女性，就是跨性女可以参加女性的比赛，跨性男可以参加男生的比赛，所以他们的定义已经是这个散状的术语了。好，那在我们国家的另外一条路上，他要走的是跨性别合法化。好，所以已经有在2021年有一位
他身体还是男性，可是他说我是女性，这样的诉讼 他胜利了哈。因为法官说你要他做变性手术，因为我们国家是这样，你要登记你的性别改变的话，你要有两份的精神科医师的证明，还要变性手术。那法官说这样是违宪，因为太残忍了，你违背了宪法给予他的健康权。好，那下个礼拜呢就是第二场哈，那第二场应该也会很顺利，我猜。那他们最后希望是通案，所以大家都很跟欧美一样都很自由，像英国苏格兰通过了嘛，就是我根本连两个精神科医师的证明都不要有，我现在说我是男我就男，他设定的期限之后我又可以说我是女，好，这样子好，要自由。好，那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看到的是平等法它会保障这样的特质之后，它会造成很多，我们前面不是举了很多例子，不是权力很多的族群之间的权力就冲突了吗？但是我觉得最大最大最直接的受害者就是女性，所以我今天站出来的话就是要大家注意到我们女性的部分，不管你是男性好或者是女性，请注意，尤其你家里有年轻的孩子或小孩好，女孩要注意，他们都会是弱势哈。比如说比赛，像我们国家现在已经走第二届的全中运全大运给跨性别参赛了嘛哈。那在国外的话，他这个本来他成绩都是在男性里面是一般一般，但是自从他变性，他没有变性手术，他只是跨性哈，就是说我心理上是女性，我只是服用睾固酮的药，降低我的睾固酮的浓度，好达到可以参赛的标准。这一个也是我要另外一个话题哈，提一句，没有病吃这些药剂，好不好？吓死人了！没有医学常识也知道不好吧？好，那这个我们先放着不谈了啊。那我们谈这个，他一比赛了以后，什么都他第一名了啊。好，还有呢，你第一名就好了，我的奖学金被你拿走就算了，我的职涯你都很棒棒，我没有成绩就算了。对于女性来讲，可是呢，受伤，因为不管是现在很多的案例了，包括篮球啦、排球，因为男生的那个肌肉跟这个骨骼就还是不一样，即使他吃药降低，所以很容易使女性受伤。还有呢，哦，格斗那更厉害了，这一位美丽的跨性女，好，她把这一个生理女呢，这个头骨给打断了哈。是有死亡的危险，有一位武术的教练说这是会有死亡的危险的哈。那还有竞赛，比如说我选美，那这个不是第一个案例，荷兰啦、或者各位有外国神父就知道说那个选美比赛里面跨性别女生特别厉害，然后就都第一名，有没有这种案例很多了。那为什么这个案例会引起争议呢？为什么他第一名就会引起争议呢？你们都很聪明都不讲话嘛，对不对？好，那我就说有人批评他的容貌跟体态，对不起，我歧视。好 ,OK。趁现在还没有平等法的时候，他们是真的是这样批评。好，那这样的情况之下的话，还有呢，政治上妇女保障名额也是会被占用的。这一位是跨性女哦，那是墨西哥。那当他的同事哈，也是一个国会议员，批评他了以后，这个国会议员被指控，而且被法院判定他是基于性别的暴力，政治暴力罪。如果我没有记错，他是不可上诉的。有这么严重吗？结果真的判这个罪行哈，好。我查了一下，大概现在全球有18位是在他的国家是部长或者是国会议员的哈，是跨性别的哈。那这个比例将来会越来越多，我猜啊。好，那这个的话就使用空间喽，更衣室。结果有个女生，这个在大学里面嘛，那女生说看到他的惊吓的赶快报警。那校警说，本来就可以用啊，因为性别认同无论如何都可以保障平等使用他的国家设施，他就是女生，我也没有办法。
那我再多嘴讲一个案子哈，一个捷就是地铁，他们美国地铁的一个就是保全，因为有这样的人进了厕所，他跑去好说他、啊、你这样不可以进女生厕所，你结果呢他被告，他败诉，所以他就被罚，因为人家是女生了哈。那这个的话就是有谎称自己，他其实是性罪行惯犯哈，他谎称自己是跨性别入住了这庇护所，侵犯了别人。还有这个，他没有侵犯啊，这个人家跨性别女性是很好的，但他们两位不想要跟他同一个房间，但是这个中心说自我认同为女性就是女性啊，所以最后他们两个是离开的哈。然后这个监狱，这也不是第一个案子，好几个案子，这是比较旧一点的哈。他们就是怎么样，你是跨性别女性嘛，就放到女监呢、啊。你身份证上都是女生，就放女生。结果你又去性侵啊，有的是愿意的，有时候是不愿意的，又拿出来这个案子，又拿出来放到男监，他要告政府，政府又赶快把他放回女监，啊，很辛苦。这个的话是加拿大的一个跨性女。他请求就是不是请求，他要求五间的小型的女性美容的那种会馆之类的，就是说我要打蜡除毛，有时候是手臂呀、啊，有时候大腿呀、啊，有的时候就是他的下体，结果被拒绝，所以他就控诉他们。最后的裁决是他这一次他输了，他已经好多次去做这样的申诉，那这一次他输了。的原因是呢，他们发现他有滥诉，然后为了就有点像那个蟑螂，就是赚钱的这个疑虑，不是因为他的作为，是因为他背后这个部分哈，所以觉得他不可以这样子。好，这个是我知道有医院的来的朋友哈，给你们看一下，这个医师呢，不是因为他的医术有问题，因为他有个跨性女找他，他也帮他做医治，所以他要变男性化的身体，所以他给他药，然后请他用药插在腋下，因为这个样子对他比较没有那么大的风险。其实应该也有风险吧，好，但是没有那么大的风险。这个女孩太急了，说啊、哦，对不起，我不应该讲她女孩。这个跨性男太急了，说要注射才会使他的身体男性化的速度更快。医生就讲说，你要知道，你就是生物学上的女人，哇，被录音了。所以他被处罚是因为他说了这句话，好 ，OK。所以呢，刚刚讲的这些事情，因为会影响这些每一个人嘛，所以当然也会影响宗教徒，那当然也就影响我们的宗教自由喽。比如说，哈，像这个，我觉得在我们这边是最常发生，因为我们教会也没有 SOP 啊。所以当人家说，哎，我要结婚了，哦，好，登记，我要租借场地，好，礼堂，教堂登记好了以后再见面一看啊，你们两个女生啊，啊，对不起，这我们信仰上基于这个立场，不好意思取消。然后这个教堂还没有成新的哈，就是说你新印的喜帖啊，还有这个场地费我全出，结果他还是告他，又再被罚2000加币哈。这个会不会在我们台湾发生？好，大家都很有共识。好 ，OK， 好，那这个呢是美国马里兰州的一个例子哈。那这一对，啊，是同性恋的婚姻者，这一个是牧师，那他呢就是要去把他的健康的子宫跟卵巢全部拿掉，因为他说这样子的话才会让我的心理怎么样更健康，他就怎么样，天主教会最后决定的就是也是没有 SOP 开始记录让他来，结果后来拒绝，所以呢。他的提告，结果医院败诉，现在医院是上诉中。好，那医院表示是天主教会就是反对摘除健康的身体器官，然后性别有男女，任何人都没有办法改变性别。好，所以这个还在诉讼中。那这个是2021年的一个老的这个牧师在户外的证道。好，他说的这一次呢是创世纪。那讲的不对的事情是这句话，婚姻的神圣性在一男一女中之间，好，所以他被抓了，而且这三个警察呢那么费力的抓他，
表示这个老牧师怎么样，身体很好，好，那么费力才能抓到他哈，眼很大哈。好，这个牧师就讲说，我没有冒犯任何人呐、啊，我只是说家庭的美好啊，啊，被抓了。那这个是加拿大高二的学生哈，他主张神只创造了两个性别，男女，然后他举办了一场抗议活动，抗议学校说，让跨性别学生使用女生厕所，对女生是不公平的。好，结束之后呢，这个就读的天主教学校就施以这个停学的措施，到现在一年多，他还是退学的状况，而且现在已经调查他的父母亲，父母亲的工作都有影响，有好像如果我没记错，有一些就有这两位好像有暂停他的工作的情形。好，平等法通过了以后，请问教会的学校还能按照他的教义管理学校吗？看起来好像自己的价值观也变了哈。好，所以我们要问的是，当宗教徒说出，或者不要宗教徒，一般人啊，说出自己的观点，就可能被罚款，被警察带到警局，被当作罪犯来审问，甚至上了法庭。这意味着是什么？为了人权做了这样的事情。好，我们为什么要制定平等法？大家会不会很奇怪，我们国家现在那么多事情，很需要这个事情吗？好，我们来看一下哈，因为我们国家定了很多的公约，像这个礼拜才开完这个公约的会议哈，那这两个公约合称两公约哈，我只拿它做例子，因为其他的也都要求我们要制定平等法。这两个公约你看，在2022年哈，它最早是2013年就要求了。好，2022年的时候，有没有他的委员会说不再拖延，要在明确的时限内颁布一个全面的反歧视法。这个法呢，不管对公家部门、私人部门以及每一个人都要有什么约束力，这个约束力是法律的约束力。2017年也建议我们政府呢，要在法律上明文承认跨性别自由选择性别认同不受非必要的限制，不要再变性的证明啦，或者是有什么精神科的证明啦，要像苏格兰那么进步。好，他们通过了这个法律。我们国家现在已经不是中华文化复兴基地，它已经是那个婚姻平权亚洲婚姻平权启蒙基地。好，这个是在有一次的会研讨会里面提出来的。那我们国家有这一个计划，它是一个国家的忠诚计划，就是近中远的话，它是忠诚的计划。这个计划呢，是参酌了这个联合国高专办的指导手册，总共有154项，平等法只不过是它的一项而已。各位，154项都应该要我们去注意，很抱歉，我们只有能力注意一项哈。那有其他人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注意一下其他项目，它怎么去演变，怎么去推展哈。那我要提的一件事情，我从这一个白皮书哈，它是一个捍卫自由联盟，他们的白皮书里面提到的是说，这一类的法律哈，是联合国下的人权高专办没有经过联合国大会授权的这样的情况下创造出来的一种运动。好，这个运动还变相越权的施压各国，要求改变他们国家的法律。所以腐败先从联合国，我讲的是实话吧。好，那这个人权高专办的这个专家他怎么说呢？性别认同应该基于自我宣称，我宣称就好，包括未成年的哈。各国对性别认同有义务承认并提供法律上的肯认，还有他会提出反对 LGBT 议程的个人和组织的全球黑名单。而这个黑名单呢，是一种他称为全球 LGBT 仇恨，就仇恨 LGBT 的团体黑名单。他认为包括了世界各地捍卫生命、捍卫家庭的政治家、宗教领袖和团体组织，甚至包括个人嘛，哈，都可能列入这个黑名单。所以这个人权高专办他的东西我们来参考，有危险的哈。原来他是
这样看得出来他反对什么吗？刚刚神父讲的，反对生命，反对家庭。如果 你支持生命，支持家庭，你应该支持这一类的团体在做的事情啊。好，我已经讲到那么白了。好，这平等法律带给我们什么？请问有没有给我们平等？确定？有，每人都给你一把剑，用不用是你，越用越顺手。要用的话要怎么样？有钱有闲，有没有公平？有，要用，哦，你不用是你的事情，所以它的公平在这。还有呢，它会形成一个监控系统和措施，公不公平啊？公平，因为是全民法律，所以没有漏掉任何一个人，哦，所以公平的，所以是。但是我们批评他可能会侵犯人权，但是他们认为这是真正的人权。好，那让公权力合法进入到人民绝大多数的私领域，你大部分的私领域就看这个国家怎么制定咯，制定只有这个契约方面我们来管，还是制定只有在这些医院啊、教育啊、社福机构来管，还是这个我们即将要公告的这法律只在言论自由来管？他可能不会像中研院每一个都管，因为国家很清楚，先求有，再求好。所以，当他先在哪一个部分，你承认有这个新的罪行，在某一个领域，他可不可以再扩张他的领域？是可以的，哈。所以这边的人民是指谁？指你，指我，指全民嘛，对不对？好。那这个还我们国家的法律，如果按中研院的版本的话，法还入家门哦，那家还会不会是我们的城堡？好，同时呢，会强迫全民你我接受一个新的认知，服从一个新的道德。意思是，性别有几个 ？N 个，你好棒哎！因为我们学校之前2018年的课本是吗？性别是光谱吗？光谱有几个 ？N 个，对不对？自己填。好，但是绝对不会是两个，太少了，对不对？好，然后服从一种新的道德，这可以讲很多哈。那我们先不讲。好，丧失言论的自由，如果他把法律领域限制有包括言论的部分，那你就好也很公平嘛。每个人嘴巴叉叉，他有没有某些人不叉叉？那是他不抓你，不是不包括你。好，所以。大家觉得说他都是保护什么 LGBTQ 的，可是他也会被抓哎，只因为他对一个这个强硬派的伊斯兰解放党哈，在英国集会，他高举了他的这个标语，还有喊口号，结果这个标语跟口号认为是有侮辱性，所以他被抓了。也就是说，当有这个法律，每个人都包括在里头，他抓不抓你是现在。他可以不论是法院或警察可以做的决定啊，但是你都应该是被包括其中的。一样的问题，当人们说出自己的观点，我可能会被警察抓，我可能会要上法庭，这意味着是什么呢？这是你喜欢的吗？好，跨红者跟还原性别者的心声哈，那这个他们什么叫跨红者？我本来是同性恋者，我现在不是同性恋者，我要离开那样的生活的人。啊，什么叫还原性别者？是我本来是跨性别者，我现在，不要做我现在接受我的性别，好，不管我现在还有没有我的性器官，我还原了。好，这一类人他们聚集在一起对抗他们美国的平等法。好，这个美国的平等法是2021年他们聚集在一起，好，他们挡了两年哦，今年11月如果选举的话就结束了，也就是平等法不会过了。好，所以他们继续努力中，我们台湾也要努力呀，哈。所以他们给他们讲的是什么？平等法案跟平等无关，它与绝对的统治有关，也就是集权的统治有关。好，同时他呼吁总统跟国会，除了你们注意到这些身份政治，身份政治，我们以为那种性解放或者是性革命是一种意识的革命，对不对？事实上他们自己称呼这种是性政治，政治就是要扩张他的版图。所以他说你除了重视这个身份政治之外，你要关注到人类的尊严，同时由我们的存在证明同性恋者不必持续一生，而且以他们的这个
存在哈，他们的分享，我们可以知道的是什么？现在的研究也发现，就是他们这一类的人越来越多，多过同性恋者。可是这边跑过来变这边很多的人，那这边就有新制造的人，这样懂我讲的意思吗？好，我们来反省一下哈。我们先从我们现在还是用三民主义的宪法吧。好像总统宣誓好像也要讲到三民主义，也要面对这一位先生嘛。各位都年纪不会太，他有一点年轻，认识他吗？现在很多人不一定认识他啊、哦，他是孙中山先生，好，我们的国父。他讲过哈，他那个时候说，欧美的民权政治至今都没有办法，而且民权的真理也没有发明。他们革命又革命，但是民权还是很少，所得到的民权还是很少。对于政府，他们也没有管理周密的方法，政治机关也还不发达。所以我们倡导的是民权，不可以完全的仿效欧美。他讲了一句重话，对我们现在还是一样适合的，说如果我们不按照我们自己社会国家的情形，反而要迎合世界潮流去做，国家便要退化，民族便要受到危险，有没有道理？好，他讲了三民主义，当然是很大的一篇，好，我简略的提一下。他说我们不主张真自由平等，我们主张的是要实行三民主义，只有实行三民主义会有真的自由平等。如果你只争平等自由，不会真正使民权发达。他一直重视的是民权。什么是民权呢？民权就是人民做主。各位，现在在中华民国，主权是属于谁的？哎，你们很棒，好。然后，所以他的理想是要直接民权才叫全民政治。直接民权的意思，简单说，我把它就是简略的说哈，就是全民做皇帝，这是他说的。各位皇帝，你们不要忘记哈，你们是皇帝。因为我们跟政府讲话的时候，都变得很卑微，何必？好，好，平等有的时候是好的，当然要采用；不好的时候要除掉。这样善用平等就可以发达民权。民权是什么？人民做主。好，一个人的自由以不侵犯他人自由为范围，他不是真正自由，是绝对神圣不可侵犯的，这是他的理论哈。如果民权没有充分发达，自由平等不会回归正轨。真正的平等自由呢，要在民权上立足。没有民权，什么平等、什么自由都保不住，有没有道理？他提到了。2000多年前，我们中国文化里面就有了民权主义呀、啊。是谁提出来的？孔子、孟子。他孟子提到一句话哈，我就直接讲白话。他说我没有听的，我没有我知道，我听到听说有一个叫纣王纣的这个人，这个毒夫被杀了，可我没有听到一个君王被杀。所以他的主张，当一个君王不是圣王圣君。当他是一个毒夫暴虐无道的时候，人民要起来抵抗。好，大道之行也很美哦，你们很久没念了嘛，对不对？现在我有几分钟？七分钟。等一下有时间再念，一定要念一下。那个才是平等吧？看一下，我们还是看一下话，这个才是平等吧？我们要的是这个理想吧？人人得到什么实际好处的理想吧？还是不要批评，还是不要分别。三民主义的全民政治的蓝图，跟这个外来种平等法的蓝图是完全不同的。三民主义的蓝图是人民是主人，人民的权利是要用这个国家机关，国家机关的权利是让它运动的运作，它是机器而已，所以用它的这个人要比它大。但是呢，这个外来种的平等法在其他国家也让很多国家受害很多，它呢是让公权力扩大，人民的权力限缩或者是被剥夺。你们喜欢这样的一个图像吗？啊，那可能它会是造成这样的情况，不是我随便讲的。德国有两位学者就已经提出这个警讯，对他们的国家。德国的平等法叫做一般平等待遇法，它已经是欧美国家里面最好的一个平等法了，因为它缩限国家的权力到一个最大的情况，很多不法，很多的
这个受限，他的这个执行单位压在部会之下的一个局，这是其他国家没做到的哈。但是他们怎么说平等法呢？ Sapper 他说，如果你只要回想纳粹第三帝国的恐怖统治，就立即产生感受上的不自由，还有在公共场所的言论必须要戒慎恐惧的感觉，你必然会反对。好，学者 Adomit 他说，这个法案是动机审查的法案，执行这个法案的除了是一个国家警察以外没有别的功能。那你说啊，你不要跟我讲那个我不认得的那个孙中山嘛，现在我们台湾大部分很多小孩是不认得他，那我就跟你讲，我们喜欢最英赶美的雷根政府，美国的总统，他是所谓的美国伟大的总统之一，我们的蔡英文总统也很喜欢提到他哈。那我们看一下他的名言是什么，请好好控制你的政府，否则他就要控制你。他还提醒我们什么呢？除非政府要受到限制，否则人民不会自由。这两个是有因果的关系，如同物理学的定律哦，是可以预测的，可以预测的啊。好，最后我要讲的是这个综合性平等法啊，它是一个什么？教育出同而不合观念的人，营造出一个同而不合的社会，这样的社会反而是更刻板印象的。但是我们应该要走向的，事实上一个功能好的社会应该走向的是教育出和而不同的人，而且营造出和谐且不同功能组合的这个社会，它才有荣景，它才有繁荣的可能。这是符合本性的国家本性的形象。这是天主教教宗梁十三说的话。好，所以我们应该要离开的谎言，走向的是真理，是不是？所以像无法实现真正平等的美丽的名字平等法说不。平等法是一个全民的法律，为了成全平等不歧视的进步价值，这是所谓我们国家认为的进步价值，如果要牺牲人民宪法赋予我们的一项权利或者是多项权利，请政府要依民主程序让人民知情。你们知道吗？这已经推好几年了，准备好几年了，我们也开了好几次的会议了。那也请给我们全民公投，让我们人民自主决定，是不是应该这样子？好，这是我以上的方法。好，谢谢。